还不睡啊？刚才我爸妈吵什么呢？怎么还不睡觉呀？静静，对不起啊，因为我家里的事，让你们家人受牵连，对不起。顾总，跟我说一下你在顾氏集团打江山的故事吧。我？嗯。我在顾氏只待了一年，但是我这一年里头呢，我爷爷让我在所有的岗位都干了一遍。然后呢，霸道总裁的心得体会有吗？顾氏集团整体的运营思路有点老套，最近几年吧应该还行，但是过几年呢，就跟不上市场的变化了。那怎么办？爷爷没有支持你改变吗？爷爷想法那么多，他又不听我的。再说，还有那个……还有你以前得的亲密恐惧症。那，你这些有跟你爷爷提起过吗？和他怎么聊啊？我们俩聊不到三句就吵架。哎呀，我男朋友也太可怜，太不容易了吧？我可太难了。太难了。哎呀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爸爸妈妈的结婚戒指。悄悄的。